来，我给你后路啊。嗯，对，路上、啊、路上，对。嗯，尊上，录一下你的后啊，你轻录，你轻录、啊。好，我去。这不是，这就是城管把农民治的，卖不成瓜。我这一下卖的可瓜不行，拦住我半个小时不叫走，不影响交通，不影响市容，啊，这就是咱们的八一那时的城管，当俺妈妈看看咱们的城管，共产党万岁啊！看看咱们的城管，把中国的农民害的，哎呀，共产党万岁！哎呀，我卖点瓜。城管把我治的腻了，说我影响市容了，影响交通了。他们把我抬住一个小时也不影响交通，不影响市容，是不是？我愿意给他，天，把爷那儿是城管，不要你会偷来，你这可能是个大个蛋了。来，偷白菜，白菜苗溜苗溜，来落落你，你先让，哎啊，我这说话，我这话比你王苗多了，啊，是吧？走个不叫走，砸个不叫砸，说我卖瓜影响市容了，影响交通了，这不是来在我这儿半个小时不叫走就不影响市容啊？你们啥能干了，我们瓜不能卖啊？啊，不叫卖我们走也不行，拦住不行啊！我上三道桥，这不是来了，不行嘛？拦住走个不叫走，要把吊上走了。车钥匙叼走了，他们有权利停车叼幺八了吗？啊，有权利了吗？叼幺八了吗？你们啊，来一个一个给你们讲吧，你们在官相了招扰啊！你不要说是农民上来，你们想咋欺负咋欺负，来，你在开票的口上更厉害，把我来，把你招着，来开票的口上更厉害，把我。